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水姐，现在来掰点玉米，下午去卖。看这下，这里有个鸟窝。里面还有几个蛋，还有几个鸟蛋，看下有几个，有四个小鸟蛋，这种不知道是什么蛋，是不是那种绿豆鸟？盖子。哎呀，这种不是芽芽来的，这种最合适的，再长一点它就有那种。结结就老了，我晒的全部都是这种。好累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看着。今天又收获满满，全部都是这种嫩芽。现在把那个把壳剥好，剥一大堆笋壳，就得那么地，一脸盆，现在拿去撩水，晒干。又晒两个竹筛，这个是我晒的那个玉米须，这个用来泡茶喝，干了，好黄爽。阿威，你去哪里呀？上街取快递啊！寄快递。取快递呀、啊？去不去？应该不去。顺便去看看那个狗啊。看什么狗？那个拉布拉多的。你要养啊？给你养啊。我不养的哦。有养啊？我不帮你喂了哦。那万茶还有什么呢？那小姐那里就有两个，等他们回去要叫我帮喂。他叫我帮喂，你又买狗，我不喂的，我看见狗我就讨厌。你不喂啊？我不喂的。你不喂我要钱干什么？我连我自己都养不到，我还养狗？那你还买？养给你养啊！我不养啊！你有那钱，你还不帮我买衣服嘞？买衣服哪里穿了那么多？反正我不帮你喂，我不养。那万茶天天跑到这里来，你都不喂。刚才是跑来玩的，给点饭给他吃就行了吗？你以为就给点稀饭给他吃就得了？他吃那个红薯藤和青菜的，丢一点那个青菜给他吃就行。哦，那么容易养的那狗啊？很容易养的。反正我不帮你。再丢两个黄瓜，两个南瓜给他吃就饱了。反正我不喂。去不去？不去。走嘛，走，上去去，上去去玩去。
走了。走嘛。不去。啊？那在这里干什么？